近黎明与乐基儿分道扬镳后，绯闻频传。向来热衷参与慈善活动的他，在活动上见到多年老朋友张曼玉，两人台上台下聊天甚欢，还相约吃饭。黎明和张曼玉疑似密谱黄昏恋，震惊演艺圈。1996年，两人合作了电影《甜蜜蜜》，就曾传绯闻。如今皆遭逢情伤，上月底两人再度公开聚首，马上热情互拥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张曼玉与德籍建筑师男友恋情告吹后，搬回香港定居聊情商、寄情音乐。黎明随即搭腔想帮他圆梦，逗得张曼玉开心不已。据知，黎明不但安排张曼玉进专业录音棚亲自教唱，甚至相伴到上海工作。一连串的攻势令恋爱之上的张曼玉招架不住。近日，两人多次被目击在内地、香港两。